汉王殿下，这是女人间的斗争，咱别理啊。白星主，你好意思说，临时改变阵营？不过我也挺能理解你的。再说了，你家大力算女人吗？就是，算女人吗？<笑>哎，打我呀！ 三军听令。 没事吧？快救他！快救他！ 父皇和母后都已经把我抛下了，你要是没了……你闭嘴！哥，哥，你没事吧？众将士听令！ 继续完成皇上没有完成的指令，出发！